好人坏人都无所谓，金鱼咸鱼都没关系。然而若是让鲨鱼的头壳装着人脑，在鱼腥味、血腥味、火药味、五味杂陈的世界里，肯定会出问题。任何单纯的关系只要加上仇恨，马上就会连跳十级，直奔浩劫的门槛。各位昆尼大家好，我是昆，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款既奇葩又有点让人莫名其妙却意外吊眼的星座 Man Eater。RPG 游戏我玩得多，身为一位拥有超过30年经验的优秀玩家，我曾在艾泽拉斯死亡无数，也曾在刀剑与灵魂之间顶着豪颅手刃千万，但是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堕落成一条鱼。嘿，这是游戏频道。Man Eater 以大热姿态登场，虽然在多个游戏评论网站上评分介于6至7分，但却狠狠地在短时间内咬下了英国游戏市场的大块肥肉，荣登美洲荣获榜的第6位。由于摸不着头脑，玩不到伤脑，在群众效应下，我也决定千金散尽，清狗尝鲜。打开 Epic， 轻轻点下，折扣10元，马上买下。基本上让鲨鱼做主角虽说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 RPG 游戏始终离不开练等搞装备的模式。在 Man Eater 里面，玩家要从无辜可爱的小鲨鱼化身成大奸大恶的嗜血狂魔，这样的设定与我们所熟悉的 RPG 游戏不但没有违和感，反之还因为视角的不同而蹦出了新鲜感。游戏一开始，玩家就要面对物竞天择的考验，在优胜劣汰的食物链里挣扎求存。不管是邻家的小鱼、路过的海龟，还是等级高8度的鳄鱼，你都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成为你的长肉剂。这和我们在新手村打兔子、打野狼的概念属于同一个层次。然而单纯啃咬未免无聊，坚久耐用还需创意。所以游戏制作团队在你茁壮成长的过程中，还添加了宝箱、古迹、任务和收藏品等，好让你能摄取充足的养分、脂肪、蛋白质、矿物质以及变异源，在起跑点上遥遥领先，成为江湖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鲨鱼。在主线任务方面，仇恨可说是贯穿所有脉络的精华。身为一条在血海深仇、刀锋之间侥幸残存的鲨鱼，除了无情贪婪撕咬，你还要在欺善怕恶的血路上反猎杀想要将你置于死地的猎人。除了浑水摸鱼、殃及池鱼，你还可以在游戏里运用各种技能和招式克敌制胜，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上岸追杀、甩尾暴击，写下一宗宗血肉模糊的惨案。这样的设定和游戏方式，我个人认为非常不合理，缺乏真实感又太过残暴，简单的来说，爽。如果你也偏向左边，不，如果你也偏向技术性玩家的类型，别担心，这游戏除了追捧充满肉欲的快感，也设下了许多令人费解的小插曲，绝对能够挑战你右手的操作。但是相比一般 RPG 和 MMORPG 的操作方式，这个游戏的整体操控可说是简单易懂，门槛极低，左键右键加上 ASDW 和几个按键，从头到尾根本无需太多智能思考和运算。除此以外，他的装备升级和解锁也不用智商，完全没有传统 RPG 那种老驴磨豆浆，在睡觉、上班或吃饭前赶着收集素材以打个更强装备的悬念和压力。三套装备直来直去，童叟无欺。好吧，既然横竖都是一个半吊子的游戏，故事又没有史诗般的展开和结构，开机关机全程不见半个帅哥美女，而且主角连张人脸都没有，那 Man Eater 凭什么火？凭什么让人打开钱包呢？很多人对 Man Eater 一夕爆红的理由感到百思不解，无缘无故，岂有此理？但是作为一款追求舌尖快感、沉迷单纯暴力又不失诙谐调侃的 RPG 来说， Man Eater 鲤鱼跃龙门，不，应该是鲨鱼跃龙门的成功是有迹可循的。身为一个优秀的玩家，我认为这个游戏能受到莫大的欢迎，主要有3大理由。理由1，拜长期泛滥所致。
JRPG 和 MMORPG 游戏开天辟地以来就伴随着 grinding 的诅咒。 grindin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刷，从刷怪、刷等、刷副本、刷黄金、刷积分到刷战绩，长期长时的劳作对玩家来说虽是乐趣也苦不堪言。如果阁下初入江湖，三十而立仍是遥远的迷思，那么这个一刷再刷的纳闷或许和你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对于游戏年龄已跨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玩家来说，要靠刷才能强大的游戏，说穿的就是个躲在墙角的负能量，内过程再怎么好，用多了也会疲乏。Man Eater 不是不能刷，但顶限只有30等，无论海洋中还存有多少亿万公吨的蛋白质，对游戏而言毫无注意，从而也就减轻了这个 RPG 在刷金刷等方面的游戏压力，直接鼓励了玩家的心态，让人专注于游戏过程多过于脑残的重复式狂刷。理由二，单刀直入。Man Eater 的游戏概念粗糙而豪迈，对于这个时代一切讲究速食的游戏消费者来说，简单易懂本身就是个福音。由于整体操作和操控性强，输出方式极具魄力和威慑力，畅快的愉悦很快就会打通全身经脉，顺着天灵直通人骨，让你感受到游戏曾经那么单纯、天真与无辜的乐趣。理由三，时势造英雄。Man Eater 的推出时间，其实我并不知道是美妙的意外还是策略的考量。面对全球一波三折的肺炎疫情、美国种族事件的延烧，还有世界各国就业前景和消费市场的萎靡不振， Man Eater 的到来不仅是一个复仇式的情绪宣泄口，也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心灵慰藉。除了视觉上的冲击、浮夸的暴力美学，玩家还能感受到精炼的配乐以及十足过瘾的咀嚼音效。偷偷告诉你，就算眼前的海龟跟你无冤无仇，你还是会忍不住按下左键一口咬下去，为的只是享受单纯愉悦的音效快感。如果这个游戏的成功纯粹市场意外，我衷心想说声恭喜。如果这个游戏的成功靠的是谋算，我只能说发行和营运团队的道行真的很深。这个游戏整体来说只需20至30小时就能破关，当中有些地图还特设了锁定关卡，在达到一定等级前无法游玩，所以加强了地图和场景重复使用，重新发现和再次游玩的乐趣。Man Eater 虽然没有亮眼的男女主角，但纪录片式的优秀旁白以及容易上手的简单玩法，让另类 RPG 重新刷亮了玩家的眼睛，我只能说 Good job。如果你已玩过这个游戏，不妨在视频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和看法。这是我第一支中文视频，我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带来更多昆游记中文视频，当然我同样也会继续生产英文游戏视频，只要有乐趣的地方我们就会相见。所以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请别吝啬帮忙分享，同时给个赞和打开小铃铛，千万别忘了订阅昆频道，因为还有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等着我们一起发掘。自由之极，百玩百爽，我是坤，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His most disreputable citizens have converged on the area. Golden Shores was built as vacation residences for wealthy out-of-towners, with spectacular ocean views, private beach access, and a gate to keep out the locals. Thank you.
Sometimes even sharks just need to dirty bones.